2012年11月14日，棒球赛突然中断。我和现场10万名的观众看到大批警力赶到，带走浑身是血的张正义。亚洲职棒联赛现场，金传明案凶手为死者王世云男友张正义。是我，我没有杀人。我们节目开场白是什么？新闻很重要，真相更重要。你相信啊？ 10万订阅就续约，你自己说的，你答应的啊。但是现在一半都没有啊！你等着看。去年前轰动一时的棒球场情杀案，凶手张正义金蝉逃狱。不然接受我的访问，10分钟就好，你要听话，出狱了吗？不然我们谈合作怎么样？我已经想好要怎么创造话题。你就想要帮一个杀人犯？我是在帮我自己。 现在跟张正义就是一伙的嘛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啦？你老婆和小刘的死有什么关系？不过我告诉你一个更劲爆的新闻哦，外面80%在给他接应，你们都不知道真相。每次阿妈她是事件的目击证人。对不起你，我们不是要跟他合作吗？我是不会相信你的。你为什么要信任我？谁叫他这样做？ 张正义的案子要查了，谁派你来的？你们是保护伞。那天在厕所到底发生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他会死。说，这种新闻都被压下去，你他妈是保护杀人犯。现在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了。就当做是为了你。张正义，跟他们都一样，一切真相大白。真相，相信吧。